在赛场上，我还是做自己的动作，但是赛外的话，我还是不怎么了解他。我感觉打了三个五种，感觉挺正常的。因为前面从那个亚运会到现在，感觉自己状态还是挺正常的，也没有多大变化。接下来还是备战那个东京奥运会吧，去争取能参加。